这新冠疫苗打的不？当然可以打，不仅可以打，还可以放心大胆打。你看，国外领导人花钱抢着打，我嘛免费打。我比外国领导人还指标。那是，你看医生、帝国警察，哪个没打？那我也要打。三哥，中国疫苗安全有保障，你要赶紧打。赶紧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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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苗赶紧打。赶紧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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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苗放心打。赶紧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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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苗赶紧打。赶紧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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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苗安心打。中国疫苗大家都在抢，别的国家朝思又暮想，有的地方总统打到首相，非常安全也有保障。